我而家手上揸住呢支咧就係飛魚嘅 Vinball 2。喺我錄影嘅時候咧，香港係仲未有得賣嘅。多謝代理 OTG 咧借俾我嚟日本旅行用。我而家剛剛咧見到有一堆嘅 Toyota GT 86，我試下用呢支飛魚嚟拍攝一下啦。當我激走拍攝的時候，佢係非常之穩定嘅，同埋加上咧，佢可以咧伸縮拉長，將佢咧放喺較低位置錄影嘅時候咧，佢影到架車嘅下低啦，跟住貼地咁影啦，然後咧上翻上嚟嘅時候咧，我要去影一個 wide shot 喺上高影落嚟咧，我可以好方便咁樣調校，非常之方便 ，Vinball 2正。Vinball 2一開機 default 咧就係 pan mode。撳兩下咧就係 follow mode， 前面有一個 trigger 嘅，你一撳落去咧就係 lock mode。 我會將飛魚嘅 G5 加 RX0 咧。插在旁邊啦，可以再插埋個 Vinball 2，跟住呢邊咧，我就插咗支 Instant 360。